你没有打扮的时候，你就会在路上遇见帅哥或者是前男友。Oh my god！ 我现在都碰不到这种问题了，因为我有一个三分钟可以马上完妆的法宝——三合一气垫粉饼，有隔离，然后粉底、遮瑕、腮红、唇膏五个功效都在它里面。腮红、唇膏，五个东西一个。首先呢，打开气垫粉饼，对不对？变魔术的时间到了，你盖起来之后呢，旋转，再打开，是遮瑕跟唇膏。以前我们平常出门一定是这样大包小包，就我现在只要它，我小背包都可以装。这设计其实是一个智慧旋转的双层设计。首先呢，就是这个它的气垫粉饼，那我先编画给大家看哦。而且它防晒系数是多少？气垫是35，然后遮瑕有SPF 的50%。因为我脸是其实很容易泛红，这样超像黑白无常的。很自然耶，很透耶，清透耶。有看到吗？它里面呢其实有两个大保养成分，就是雪绒花跟光果甘草萃取，这两个那个成分呢可以让你长时间不脱妆，也不会泛油光。第二步就是遮瑕，你看哦，它的这个遮瑕是超级水润，你们可以试试看。不见了哦，因为它水光感很重，你也可以把它拿来做一点提亮。有有没有差辉煌啊？有有哈，哪一边比较漂亮？左边，对，你很棒。我的右边，哎，喜欢你的是加深啦。哦，加深，你好啊。然后再来呢，就这样子，习惯了，红润的气色，就是它这个唇颊霜。然后你看这样是不是觉得它好像很红？对，我们先试在手上给你看一下。你这样拍开之后，它是超自然的那种，它一下就推开了。对，因为它可以到腮红跟口红。没错，然后我现在就先上在这里一点点，然后你就把它稍微推开。有没有？哇，就是有那种好可爱，像初恋晕染的那种红红的感觉。然后再来，你就再加在一点在唇上，好想亲下去哦，好自然的颜色，很自然的。你会以为它很红，不会，上的时候就是像你自由内而外透出来的气色。有一个特别的微针科技，就这个品牌的独家技术，它的分子啊比你的头发发丝还要细，所以呢就可以把所有的精华送进你的肌肤基底。如果当你碰到帅哥的时候呢，去厕所3分钟。哎，这样这三合一很棒，对啊，超方便，我觉得也很适合。因为不然还要在那边拿粉，对啊，腮红，然后赶快拿口红。我现在平常出门就是超轻松的，我连遮瑕、防晒什么通通都不用带。然后我再把那个腮红补丁，而且腮红颜色好自然啊，我很喜欢它的那个唇颊霜，因为非常的轻松就可以让你有那种红晕的气色，气色很好，对不对？看，好了，可以快速的爱呀，很棒的分享，而且腮红好